蝴蝶吗？哪里哪里？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去尼亚山洞了。今天整个行程呢，会是去吃早餐，沿路一路就下去尼亚山洞，然后再去一个午餐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突然间改行程，来到这个 Bagan Beach， 就是我们所谓的 Hawaii Beach。所以我们会过这个桥，然后旁边有那个河吧，算是。所以呢，这个 Hawaii Beach 呢，基本上就是海边跟很多的树，如果要拍照的话是 OK， 或者是来 picnic 野餐的话也 OK， 因为它还有这个亭，所以是非常漂亮，我觉得。因为那个海呢，你看到海是蓝色的，我觉得这个风景非常的漂亮。你看，哇，好蓝的海。OK， 我们现在路途回去了，所以如果下一次有机会的话，我还会跟我的家人来这边 picnic， 因为这边是超美。只是因为它有那个 sandfly， 所以大家可能要带那个 insect repellent 来，然后来做那个防护一下，因为他们已经被咬很多很快，所以我们现在回去了，下次可以再来这个地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沿路去 Yamsen 吃大头虾，这个路呢有一点窄，是我很喜欢。就一条路哎，就看是 shortcut 游种吧，跟他们的榴莲种。OK， 我们到大曼那个人尼亚 National Park， 转右，这个肯定是啦。好啦，其实我已经我们已经到这里了，不过因为那个封城 MCO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只能够把车放在停车场，然后走路去那个 jetty， 就是应该是坐船的地方索取我们的那个 ticket。 OK，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渡河的地方，然后因为需要已经预约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跟他注册一下，所以我们其实要坐上这艘船，然后就渡到对面而已。这两边吗？哦，所以我们在这边。所以没好去那个 Panther Cave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我们的旅程了，应该要45分钟。他出门的时候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出到门啊！他穿很多鞋。对。这个白就好。我的脚是这样。哎，这是新做的。哎，这边有厕所哎，不错哦，好好哎，需要上。哇，很像那个哪尼亚。天哪！那是蝴蝶吗？哪里哪里？在那。很像狮子呢。要前面一点点才到它的门口。
哇，看那个地板真的是很有痕迹耶，差不多了。快到了。前面上面那个才是。它其实前面还有一个洞口。太漂亮了。好吗？这是那个什么 archaeology 哈。嗯。里面是什么呢？楼梯吗？这楼梯真的非常的漂亮，然后每天起床可以看到这么美的风景，哇，看下去很大哎，只是一个经过的 cave。我们到了 Great Cave， 啊，真的好大，给你们看一下外面，哇，真的超漂亮的，赶快进去看一下。OK， 所以这边就是必拍的景点，因为这边呢是最亮，然后最壮观，可以看到这么大山洞。我觉得在这荧幕里面是非常非常难形容的，比起我用眼睛去观看，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就回想起以前人住山洞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？真的这么大的山洞。可以住好多人，然后这个是燕窝，你看他们能够爬上去，哇，这么高爬上去踩这个燕窝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出来，我们只去一个山洞，因为其他的山洞都已经封掉了，因为 MCO， 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出去，然后可以去吃东西啦。